大山啊，小北，请问你准备好征服这座大山了吗？小北完全不愿意面对镜头，小北已经迫不及待了。OK， 那我们出发了。小北，啊！小北忘上头领了。小北，小北已经跑到前面去了。他爬得比你快呀、啊？那当然了，他四条腿，我两条腿。小北。小北，累死了，冲啊，小北！走，小北，走，小北，不要走，小北！啊，不要跑，小北，跑去哪里？小北，出大问题，小北，哇，不，啊，不要跑！啊，走走走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，太难了，小北是草原的狗，最累的不是爬山，最累的是追我的小北北。最累的不是爬山，最累的是追我的小北北。啦啦啦啦啦，跟紧小北的步伐，走了。小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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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北。小北，小北，小北离我而去了。空一段，队长，我刚才已经把所有的力气耗在追小北身上了。小北的体力好还是你的体力？那肯定是小北的体力好。人，冲一段，狗贼别跑！横店狗王阿史那北，你准备好了吗？